哎哈喽大家好啊，这里是小智，欢迎收看咱们今天这个实况娱乐小视频。今天呢我们是依旧来做这个武林全传啊，今天也是这个第16期了啊，也是接近我们这个游戏的尾声了啊，至少是这个正牌路线的这个尾声啊，已经接近了。那么好，那么咱就开始咱今天这个游戏啊。那么一上来呢，今天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任务啊，那就是啥呢，那就是钓这个怪鲶鱼。而且呢我特意是开了这个 2.0 的版本啊，就是这个非常难的版本啊，为了是干啥呢，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到底是难到什么程度啊。好，那么开始整。这时候我们，哎呦，这鱼竿还不怎么地啊！行吧，那增加难度啊。这时候我们用这个蛇胆啊，这个下鱼的位置呢，随便下啊，随便下啊，哪都能钓，随便找个地方扔就行了。这是2.0啊，非常丧心病狂。我让大家看看，这是这个游戏里面最难的鱼。而当初的时候呢，我最早玩的时候没有3.0这个版本啊。哎呀，就这个2.0版本钓这条鱼，哎呀，我就怎么说呢？那种感觉呢，就是这个。手都快这个啊不听指挥了，就是这疯狂的点，而且还有节奏啊，就是像我说了之前那个有节奏的抽风啊。哎，话说你快来啊！哎，不是这个地方下了不好啊，换个位置。虽说是哪个地方都有啊，但好像是也是是吧，也得看个什么好位置是吧？这个鱼哎有了，大家看没有？啊，就是那么个玩意儿啊。啊，绝对难钓啊！我看我用2.0版本能不能钓上来啊？那钓不上来的话，就只能换3.0了啊！我得先找找感觉啊，确实这个啊，多年没玩是吧？啊，这种抽风的感觉是需要重新找一下的啊，需要重新找一下的啊！毕竟咱也不是说抽就能抽的是吧？走啊！你看这基本不动啊，基本上你拉了我拉了这么多钩，基本不动。不是我不想往上拉，是它拉不动啊，就是拉不动，一次就能拉那么一丁点啊。啊，基本上不动，大家能看到微弱的一动啊，他还往回走啊，这个非常的郁闷啊，你看吧，我已经拉了这多少钩了，好，有点上来了，啊，但是绝对不能大意啊，这个说走就走，有戏，不行，不能这么说啊，没戏，果然，今天发挥不错呀，没想到这个，我们再钓两条啊，再乐呵乐呵是吧？再嘚瑟一下是吧？再展示一下，没想到这个第三次我就掉下来了。想当年我是这点着就是这个，不行啊！看来现在确实是这个什么年纪大了啊，抽起风来了也是这个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啊，说抽就抽，说抽咱就抽啊，走你！大家要是想要刺激的话，就可以这个玩这个2.0的啊，玩这个2.0找找刺激啊，这个感受一下。想要再掉一个不掉了，浪费咱的蛇胆啊，咱这个蛇胆可以吃了。枉费我准备了这么多蛇胆啊！行了，不钓，意思得了啊，已经钓到了就够了，这个鱼也不用钓多了。咱正好呢，把这看着怪鲶鱼啊，就这个玩意儿。有了这个玩意儿呢，咱就是再去现在呢，这个种花呢已经得到了啊，这个种花呢就是种就行了啊，金火凤凰，还缺一个金翅鸟啊。那么咱这个东西呢，就得现在呢就得赶快往那个哪儿跑了呢？就得往这个洛阳跑。洛阳，这应该就是洛阳吧？这不会是杭州吧？好的啊，是洛阳啊，还好是洛阳啊。来吧啊，洛阳呢，咱就要先去找一个人。找哪个人呢？就是找当初啊教咱打猎的那个高手啊，叫什么？是不是叫什么张三还是李四啊？忘了啊，反正是就是那个猎人。找他啊，他会呢这个。告诉我们这个金翅鸟啊在哪整啊？你别看人家是个小角色，知道了还挺多。我们就看齐丽了，一会儿可以找找他，看看他会不会加入我们。我们现在队伍来已经有妹子了啊！一会儿呢还可以顺道去路过那个什么，就是苗疆的时候去看看那个兰亭啊，他也会送我们一些东西啊，还会给我们增加一些毒素什么的，我记得啊，等我们去找找。那个家伙上哪去了？那家伙不会不在这个森林里待了吧？他好像真不在啊，他上哪去乐呵去了？难道回家了吗？他原来就站这儿的是吧？完了，他不会又回赌场了吧？我们回去啊。他家是哪一个啊？这个是不是像是啊？这个有这个，这个看看那是不是他家？果然啊，他在这儿面回来了啊！人家回家了啊，也不能老站在野外。
哎，我说恋人大哥，说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他可不在赌博了啊！我说我不是来找你赌博的，是吧？你也赌不过我。我说你知道这个射钉弓这种弓吗？他说当然知道啊，哎，非常厉害。我说哪能买得到啊？他说这可不是买了，对吧？不过他能做出来啊，你看这个人高手啊。哎呀，他说需要一个九曲木，还有一种坚韧无比的一个天蚕丝。啊，他说这个江南一带啊，这个蚕呢产丰富啊，应该去杭州了，这个就是。啊，他说西南地区才有这种木头。那得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走人啊，我们现在去杭州。啊，先看一下时间啊，这个时间一定要掌握好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卫士呢还要赶回建炉啊，一定要这个把握的非常的精妙啊。啊，但是再精妙呢，也得阻止不了我们去看望妹子，对吧？哎，走走走。来看看，哎，妹子，哎，这时候他提啊，这时候他也提到啊，大家最近迷上了一个看地下竞技场的表演啊，啊，这个也是就很关键啊，很关键，不过咱现在用不上啊，啊，这时候我们走吧，啊，咱先去杭州啊，先去杭州。他提到那个赌场呢，就是跟那个谁有关系，就跟少林的那个事件有关系啊。找他那个人的弟弟啊，那他弟弟就在那个赌场里混。啊，我们到时候去揍他啊，又可以去揍他了啊，非常开心啊。哎，等会儿我先保存一下，大家稍等。我们现在要去这个杭州，啊，完了，杭州应该是在那边。应该是过了这个地方吧，哎，果然。走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去这个龙井村啊，龙井村，因为龙井村这有个养蚕了，大家还记着吧？啊，我们去找他。好像那个养蚕了，好像就是当时咱订螃蟹他给退货了那个，是吧？这是养蚕的啊，养蚕的。哎，我又迷路了。不对呀，这上面是养花的，哎，养蚕的呢？呀嗨！哎，等等，我研究研究啊，我研究研究。哎，我记得是往下走，没错啊。这怎么看都像是养蚕的，那下面还有路吗？还有路也是茶叶地啊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完了，别去了！我怎么一下蒙圈了？啊，你在哪儿了？那往这边走吗？啊，果然往这边走！哎呀，我这抄近道抄的，硬是把它抄过去了。他说有啊，不过啊，他要钱嘛？他说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他说这个呢很贵啊，所以说这个不卖的。啊，我说你就给我点吧啊，反正就是。你都要给我啊！他说不卖就不卖啊！他说什么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想骗我啊！我没骗你啊！啊，他说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他说，小伙子，看你长得挺壮实的，要不要陪陪我？哈哈，没有啊，这个人还挺文艺的，他想要这个唐伯虎的真迹啊！那行啊，那有的是啊，我这有的是啊，我说你看这个上面有这个唐伯虎的亲笔签名，他说这不会假的吗？我说如假包换啊，我说。这唐伯虎都跟他称兄道弟了，然后其实给他个假货啊，啊，这时候呢，咱就找到了这个天蚕丝啊。另外呢，对，还有个事儿啊，这个也是刚才就找这个卖茶的也是有用的啊，啊，就这个家伙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期啊，咱打那个利空法王的时候，哎，不对，哎，是找他吗？哎，找谁来？哎，我记得是找个卖茶的，因为啊，这个嘛，难道？哎，果然是啊。上次打那个利空法王啊，他这个当时是掉里面一些东西，里面有颗龙井茶，有个小破铲子是吧？其实他就在提示啊，这是杭州城。哎，我说打听个事儿，我说你没有看到这块茶？他说当然有了啊，这是个长着怪里怪气的这个和尚啊，给他买的。啊，就是说这个利空法王啊，啊，就是说到就有气啊，我明明跟他们说啊，不卖茶叶啊，
他就像听不懂似的，非要跟他买，最后只好拿着一个用过的盒子装了些茶叶才把他给打发走啊。我说那他说没说过什么经书啊？他说那倒没听说过，不过听说过他们说到哪可以买到铲子啊，就买东西了啊。而且这个呢非常简单，就是他们这个把这个经书埋地来了啊。咱现在要给他找出来。这时候呢我就要切这个3.0的版本了。哎呦，去挖矿了。我记得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个顶上。在哪里啊？我又忘了是哪儿了啊！我记得是，就在哪个地方是这个可以这个挖的，还是这个？我老忘这个在哪个位置啊？那么稍等啊，我现在也是切一下3.0的版本，大家稍等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我这刚才突然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咱还有个事儿没触发啊，就是要去找这个杂货铺啊，先去问这个铲子才能过来挖。我说怎么不行啊？突然想起来了。怎么？但是呢，我突然又发现另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咱这个时间来不及啊，咱现在赶到建炉，完了呢，回来再弄这个事儿啊，咱先弄到这个天蚕丝就行了。咱们先呢，现在要去一趟这个建炉，咱必须要赶在这个喂食之前先整完，要是估计再去找那个杂货商，再从杂货商这儿回来的话，我觉得够呛能来得及了啊。咱们还是优先呢，先去找那个花啊，这个比较重要啊，那个倒不一定要连着干啊，这个种花这个事儿啊，反正是比较急。我们等下往这个建炉跑啊，希望应该来得及。好，好进来了。刚好喂食啊，这个还好啊，这个我估计就差不多啊，要是多走两步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。那么咱先接着存一下档，然后再来整这个花啊。这个看起来是浇水。怎么这么简单啊？这个怎么老是让我选一个啊？这是跟我以前这个太不一样了啊！以前简直是丧心病狂。好，那么，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在这晃一会儿了啊，晃一会儿到这个到辰时，然后我们再出发。我们可以顺道先去一趟这个逍遥谷啊。当然了，还是得根据时间啊，这个一看时间不够了，咱就得往这个剑炉跑啊，其他的都好说。主要咱要去趟逍遥谷是干什么？去找咱师傅学这个逍遥刀法啊，因为咱不会刀啊，咱还要在这个25号之前呢，帮助他们练出这个刀剑合并啊。这个是必须的啊，这个刀剑门呢，也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玩出最好的结局啊。这个最后这个武林正派结局啊，也是有一个这个叫武林至尊，还有一个这个武林盟主啊，这个武林至尊什么东西的啊？武林盟主呢是最好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具体的区别在哪呢？到时候咱就看一看啊。这个后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地方啊，这个就是找奸细啊，到时候咱再说。来吧，这个好像变暗了，我们唱个歌。感觉好像变暗了，没变了吧？真的怎么这么简单了？好吧，我估计呢，明天再来一次啊，这花就叫咱带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啊，看看这个，我们先去趟逍遥谷吧。卡住好难受啊。逍遥谷这是青铜派啊，这我知道。这是苗疆是哪里啊？这是卢一的那个地方啊，我有点忘了啊。不管怎么说呢，咱先去一趟这个逍遥谷吧。还是我好像走错了，完了，我好像又迷路了啊。这跑了老远的绕路了。我看时间啊，要浪费多了话，那就只能阻挡了啊。还行。不过至少也得浪费了两个点儿吧。就是两个小格。行吧，反正只要不耽误咱种花啊，都好说。我们再来找我们的师傅，应该是在这个屋里吧？不对，这就属于浪费时间是吧？一进场景切换就得掉一次时间啊！但是我现在又不敢存档，我怕刚才那个绕路原路。哎呀，你这个师傅，你藏在哪个房间里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空给我玩藏猫猫？这个了吧？果然堵着了啊！
你看我这说，我这都学了5年了，我在剑谱上、运上也有些得心应手，但是刀法学不会。啊，就叫我这个学好刀法。这个，这不能对话了啊，不能对了，啊，不能点了。这个咱主要是已经学过剑法了。如果说没学过剑法，但是学了棍法的话，再一对话，他又说啊，咱对刀法有什么什么这个感觉啊，但是剑法不会啊，非常矛盾的这个两句话。但是咱因为会剑法了，所以说这话就没什么矛盾了。哎，我看一下时间，哎呦，感觉有点够呛，跑到杭州的话我感觉就有点晚啊，这是个问题啊，我现在这很纠结啊。你看我这个位置，我要跑到杭州的话，再从杭州够呛就能跑过去了啊。就现在要是说从杭州往这个建楼跑了还来得及，但是我再挤，哎，完了，失误了啊，这个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如果说我现在要是再从这个建楼跑的话，我就感觉就来不及了啊，这我很犹豫啊。算了，咱还是去建楼吧啊，感觉这个去杭州来不及了。哎，我们直接往这个建楼走吧。啊，果然你看没有，从这儿的话往这儿建楼走，刚能走到这个位置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大跳耗时间特别快啊，一不小心啊你就这个漏点了。啊，不是漏时间了，不是漏点了。啊，来吧，啊，我们再存下档。啊，这是施肥。啊，感觉果然简单。哎，好了，花带走了。啊，等一下啊，他看我有缘啊，得传我套这个牛逼的剑法啊，我这必须得着。啊，这会儿呢，这个也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，继续可以参加这个往那边就是这个，往这杭州城去了啊。时间确实还是比较紧的啊，比较紧的。啊，是在大体院过了一天啊，这个直接往前走行了。哦，今天是初五了，哎呀，今天还有个事儿啊，在杭州城，再赶快完了，咱还得去洛阳城应该。确实，这个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啊，要想玩好太难了。我也是，这个凭着记忆是不行的啊，我肯定也得这个，到时候得回顾一下这个，看一下攻略内容啊，要不然的话确实忘了，因为这个到没时间给你自己想，你在这一下想的时候啊，你整错了你就来不及啊，回来弄了啊，确实是比较麻烦啊。但是好处呢，就是这个剧情非常的紧凑啊，大家不至于看的这个太无聊，就是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，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。我说这儿有铲了吗？我说你记不记得有个外来的和尚曾经向你这儿买过铲子啊？就是这个又说那个人，他说有啊。他说买什么书？他说提到什么山子，这是应该是打错扇子店旁边的草丛堆和什么龙井村山脚下的树林里。啊，我们就去那个龙井村啊。他这个发音都不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往这个龙井村走。那么好，我这儿可以挖了啊，大家看到了。那么这挖矿我是给大家截了呢，是大家看我挖一次呢？啊，得我给大家挖一次了，要不？啊，
这好久没挖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也挖一挖，看看我这个运气怎么样。啊，不过确实啊，我录实况的时候，我老觉得我挖矿这个水平不行，啊，容易分心。哎，你看没有？完，哎呀呀呀呀！这倒不是我分心啊，就是还是老样子，有时候点不上啊。啊，被咬一下的话，这个出宝藏的几率就要低一些了。因为它时间会少，宝藏都是在最后的时候才出啊。啊，现在说再看一下这好矿也没什么用了啊。说我这次玩武林全传也是没玩打铁这一部分啊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就是自己玩的时候啊，可以就是愿意给自己打好武器的话，可以走这条路线啊，就是正常找老胡啊，找大胡子啊，打铁的。一说到打铁，我就一说打胡子，又说打铁，我怎么想到那个谁了啊？啊，詹姆斯哈登。呵呵啊，好吧，咱不黑人啊，咱不黑人。好，哎，我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开始果断放弃了啊，就是全力等宝箱。啊，不出宝箱咱都不点了啊！这个打矿其实没什么用了，分已经够了就行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说着这个，哎，完了，黄了，出来个铜矿，我还以为个宝箱啊，激动了啊！哎呀，那算了，这个没发挥成，那我还是独挡吧啊！那我得给大家稍微暂停一下，我掐了这咕噜。啊，回来了啊，我也是成功挖到宝箱了啊！啊，到了，这个弄切晶达到了啊！好，那么可以这个存一下档了。啊，对，说到这儿啊，很多人让我换这个防具啊，这个确实我这儿有这个上次有一个这个五色甲是那个谁给的，啊，正好我也看看哪一个这个防御力高啊，啊，这个防御力不是很高啊，这个再加这个四十，啊，其实我不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是这个五色甲不是那个五色甲那个什么甲了啊，麒麟软甲，这个是纪文妹子送的是吧？啊，咱得带他的对吧？啊，我再看看哪个剑攻击力高，说在这个我还没看。这个是，攻击是四啊，毒带七，哎，这攻击够低的这把剑啊。啊，我们看看这个二师兄给的那把剑了。哎呦，这把剑还不错了，两位数的好歹是。我再看看别的。啊，这看来咱二师兄还是挺仗义的啊。我还有一把剑，这把剑厉害啊，这把剑是剑圣给咱的，这个十八。啊，这是他刚才那个剑圣赏咱的一把，他用过的剑。啊，太虚剑啊。用了就虚了啊！催眠剑呢？啊，催眠剑的攻击力啊也比较低啊，只有四啊。但是这些剑呢都带着这个额外效果啊。啊，但是咱就不用那么卑鄙了，咱换上这把啊，又粗又长的这个啊，这是剑圣用过的。这时候呢，咱也是得到这个经书了啊。但是经书呢还有一本啊，还要去找那个我们现在要赶快抓紧时间去洛阳啊！哎呀，这个时间够呛来得及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咱赶快加速啊，这往洛阳冲。啊，因为我记得是初五、初几的时候能遇上那个大胡子啊。说实在，确实有些东西真是记不大清楚了，只能记个大概了。也需要这个不停的看一看攻略啊，才能这个知道。啊，我们先往洛阳冲啊，洛阳冲啊！好，到了啊，这时候我们要去这个地下钱庄啊，地下钱庄啊，不是地下钱庄，地下赌场啊，地下赌场，地下钱庄的出来了。哎，我们那个赌场啊，其实就是打人啊，你这个打人多呢，你就那个能多赢钱啊。但是他有个要求啊，就是说你想进那个赌场之前呢，先要跟他赌啊，这个你能连赢多少局才行。我记得跟谁说话的啊。好像就直接跟他说啊，果然是啊。等会儿我先这个存个档啊，大家稍等。好，来吧。啊，连赢他五把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稳赢他了啊。你看我随便点，随便点，很稳，很稳啊，绝对稳，就是敢吹啊，稳。现在这个骰子是根据我选的而骰啊，这个完全已经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啊，就是我选什么他就出什么啊。现在就是发家致富太容易了啊，我说大就是大啊，你进来我给你换次小，这次啊换次小啊，你看我选小他立刻出小，就是这么野啊。好，我们再 save 一下。哎，这多大
浪费时间了。啊，这是跟谁说竞技啊，赌场啊？怎么还有这个吐槽呢？今天难道不进地下赌场吗？这个好像给他点两次，搞没搞错啊？果然，遇上他了，就是他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这是笑得开心啊，你惨喽！我这次可是，现在我削你眼睛，随便削啊！我们要换了各种兵器啊，轮着削。我们先玩剑，好。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换上那个刀法啊，新掌上咱不有个刀吗？找个刀啊，我要给他展示一下，我们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啊，我们再换刀削你。反击他一下啊！又削他一下啊！我们轮着这个羞辱他啊！我们要报仇哈、啊！这个游戏里边一共没几个人虐过咱啊，他就是其中之一啊！我们就要他各种的痛苦啊！谁要他虐我们了对吧？我们就是要揍他啊！大丈夫就是要揍他！哎，对，我还有这个封魔杖啊，也可以玩玩这个啊。来个这个降魔棍法吧，咱这个有个这还有个棍法，还一次没用过来啊。好，我再给他弹个吉他啊，弹个吉他我给他。自动攻击了，这我刚点他，我点的自动攻击。真的怎么不是我控制了？大哥，这个技能还有这么个特殊功用吗？就是一旦释放不能停止吗？这我勒个去啊！还是主角对他有仇恨，忍不住了，拿着棍子抡他。这不是刚才大家看到，不是我控制的揍他，是完全自动揍的。这已经丧心病狂了，这个主角啊，不是我控制了。好啊，咱看到他以后呢，就好说了啊，咱再去找那个这个，他是这个他的哥哥啊，那个光头。咱现在呢就要往这个少林寺跑啊！上的这块流程呢，我还是能记着的。这样的话把他再找，然后咱少林寺两本经书呢就解决了啊。当然呢，现在还有那个谁的事啊，咱要赶快解决，就是那个那个什么这个武当派那个毒的事啊。嘛，咱们圈块木头。那块木头没记错了，我记得应该是在成都搞啊。没事啊，一会儿忘了，我大不了再看一眼这个攻略啊，补一补啊。知识忘了就要补一补，来吧！我说我有消息啊，都快带我去！这时候呢就把他拉入了这个团队啊，但是没用了啊，这个暂时呢咱是再遇不上那个和尚了啊，咱还要再等到下一次的这个就是五天后啊，才能再遇上那个人，也就是初十。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往那个成都跑了啊，去找这个找谁呢？这个。是不是应该是找这个纪文呢？反正是去成都找谁啊？往这边走，这边说。这到底是谁这儿啊？我看是不是兰亭这儿？是兰亭的话，咱进去看一眼啊。好像不是。是，应该是啊。到底是不是啊？完了，不是。不是啊，这个是独一的这个老巢啊，这是伤了。那咱就不进去了啊，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大用处，咱们还是读下档了，不得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还是继续跑路吧，继续赶路，看我们能。哎呀，你看这大地方就是这么快啊，大地方瞬间就这个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好，我们先跑到这里。我记得找谁找那块木头了啊？我记得有一个背着木头的一个哥们儿，在哪个地方呢？那个人不会是在洛阳啊？不会是洛阳了吧？我有点蒙圈了啊！稍等，我还是先查一下吧，别整错了啊！大家稍等。好吧，同志们，我果然记错了啊，这个是在杭州啊，这懵了，这真是白瞎玩意儿了啊！还好咱存了个档啊，这个反正也这会儿呢也就个种花的事完了以后啊，咱就不用太担心时间这个浪费了啊，时间就相对来说呢就宽松了一点啊。所以说这个瞎一点就瞎一点吧啊，咱去杭州呢正好找一下丐帮啊，反正也都要来。对，我有个屁，那个背木头的货在哪里啊？
虽然是在杭州，难道还是在这个龙井村里吗？啊，不是他吧？我这是个种水果的。哎，那个整木头的那个人在哪里来？我记不清了。啊，找一下，没有的话，咱就差人，咱先去找那个谁啊？没有人的话，咱就先去找那个。找丐帮啊，要不就是在城里啊，反正在杭州啊，不是在这个龙井村，就是在城里。我们先转一圈啊，确实忘了啊，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这个很久没玩了，确实很久没玩了。啊、转一圈没有，咱就走人啊，没有咱就走人。啊，确实没有，看来应该是没有了啊。啊，那估计是在城里边。反正我记得确实是有个背着木头的，但是我一下记不清它是在哪个城了。走，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个杭州城的这个妓院了啊，这个天下第一美女仙儿现在已经走了啊，这个没有天下第一美女了啊。我对着这个地方还，我记得还有个什么丐帮这个计划，还可以再看一下啊，还得看一下才能进去啊。等会儿我真是忘了那个人在哪里这站着了啊，完了这丐帮的这个标志我也忘了。哎呀，真是确实是很久没玩了。没记得两三年了啊，所以说有些地方记不清了吧，还望大家见谅吧，确实是记不清了。哎，得了，我要不先掐了吧，我确实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，我估计这么瞎找啊，有点找好长时间。我先这个想想啊，想想在哪个地方啊，哎，难道是在这儿吗？算了，找不着了啊，这是放弃了啊，你们大家稍等。哎呀，我真是不想说什么了。原来那个人还真是在成都啊！哎呦，这个脑子呀，我都有一种想把现在这个视频整个的全掐了不播的冲动了。哎，我就说我印象的记得是成都嘛，然后我看攻略的时候看差行了啊，这个攻略上写的是杭州，这个愣前行完了以后就去找那个这个樵夫啊，我就以为啊，这是在杭州嘛，我就怎么记得这个没有这个人啊？哎，算了，不解释了啊，这解释也是白瞎，反正已经蠢过了啊。我就蠢了。但是在杭州那个人在哪地方我也忘了啊，不是在成都在哪地方我也忘了那个人在哪地方了。哎呀，这真是脑子不行了，年纪大了就黄了。我光记得有个家伙背着个木头啊，那在哪里背着呀？哎，真是伤心欲绝啊，我都有一种想重新录今天视频的冲动了。哎呀，这他妈也太蠢了啊，那个拿木头在哪里啊？快出来啊，我这怒了啊。哎呀，完了！我老印象里面记得这个人，我甚至那个人长什么样我都记得啊，但是我居然印象里不知道他在哪点儿。找了，就你！哎呀，我那是一棍子想把他敲死呀！好，我买了两万块，还给你两万块，简直就是让我不爽！啊，好吧，咱先去洛阳啊，啊，这会儿应该是没什么事儿忘了啊！哎呀，简直就是蠢到家了。要多蠢有多蠢啊，我自己都忍不了了。为什么这么蠢？哎呀，果然是药不能停啊。这你说这还怎么以后啊？这还以后怎么出去吹逼啊？啊，跟人说我是非常聪明的，谁信啊？啊，这实在是太二了啊。啊，好吧，我们选择性的失忆啊，忘掉刚才那个事情啊，我们现在重新整啊，人生啊，就是这个又是新的篇章了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呢再去找那个高手啊，就是那个高手。好，给我整出来了啊！其实这个射雕弓呢也是有别的办法这个得到啊。这个射雕弓呢可以通过这个挖宝啊，挖宝运气好了还能挖出来啊。咱运气不好没挖出来，而且挖出来那些货都叫我给当时给卖钱了。哎，完了，又出不去了。哎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应该是去射鸟还是先去趟杭州找丐帮这个事啊？哎呀，真是有点懵了啊！我现在。
得咱们随意点吧，哎，这个不太刻意的追求什么了啊，随意玩随意玩，反正咱这个关键点就过去了啊，应该是玩不黄了啊，就是顶多呢就是这个不是非常溜啊，会断一下啊，中间会隔一下不是非常紧凑啊，但是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等我们先去这个大漠吧啊，我们还是先搓下档，我又怕我迷路了啊。玩这个游戏感觉就是在不停的迷路之间来回的徘徊啊。我记得是在上面啊，那边沙漠啊。哎，这是什么门派了啊？反正这个门派一会儿得去啊，先不管它了，我们先往上走。我记得沙漠是在上面的啊。应该是这儿啊，应该是这儿。哎，管管在这儿啊，这个来吧，走你！哎呀哎呀呀！哎，我开电错了。哇，大家看没有，这个血量是不是有点假？完了，我二了，不应该找一个地方上，应该把所有地方都上啊！赶快！哎呦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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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好！啊，这样正好不用这个掉血啊，这个。行，也不用太急啊，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啊，感觉稳点玩也是可以的啊。啊，这行了，也没这么难嘛。他说你敢射我啊？射他的金翅鸟，不是射他。哎，我说我还真不知道这鸟是你养的啊。哎，我居然射了前辈的鸟。他说幸好你射偏了啊，没给射死，要不然我非给你弄死你啊！你射他，我射你。我说我还得用他的这个血来救人啊。他说你要救血啊？谁敢喝他的这个血？我说这个武当派这个掌门啊。不行了啊，得用这个血啊。他说哈哈啊，居然是那个货啊，这个非常开心。他说死了也活该。他说难道他说错了吗？啊，不把真相调查清楚啊，就知道这个事情的表面啊，就往下定论啊。他还是说上次那个古石那个事啊。他说啊，其实是怀疑啊，根本就是认定，而且这一切呢都是那个姓方的啊师兄设计的，只需要夺取掌门之位啊。咱还这还才明白啊。我说那一天原来都是布局啊。他说啊，他金翅鸟刚好飞到武当山啊，之所以啊，他就跟着上了这个武当山啊，他就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便跟了过去啊，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切啊。啊，就是说他就都看见了啊，啊，他就抱着说我要看一看这个大片的这个觉悟啊，就躲在旁边看啊。哎，我说如果是真是像你说，那一切都是那个方云画设计，那就更要治好这个卓掌门的毒了，揭发他。啊，他说要怎么做随你啊，总之你把鸟还我啊，我们还拿着前辈的鸟呢啊。啊，我说我低级低啊，就说你这个性还真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固执啊，你取吧取吧。哎，好，他说伙计我们走。好，得，这是我们全都给得着了，这是武当呢已经解决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顺道去一趟武当，然后再去杭州啊，然后那个坐等把少林的事解决了，三大门派就齐了。那么咱回来的时候顺道呢，路过哪个门派啊，咱就拜访拜访吧。啊，感觉现在也没什么这个大事了啊，咱现在估计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再看攻略了吧？啊，应该是啊，谁知道呢？哎喂，这不是个门派，这居然是这个，就咱当时英雄大会那个小山啊，原来在这儿。啊，这是啥啊？这是萧虎，不用看了，我已经猜到了。好吧，在我即将犯错的时候，我一眼决然的反应过来了啊，省了进去以后痴呆了。啊，我们先去找武当吧。啊，这是少林武当，应该是在这面啊，是吧？啊，应该这个就是武当。哎呦，又过了一天。啊，千万在这记得这个抽石的时候啊，去找那个臭和尚。啊，这是关键啊，其他就无所谓了。啊，再就是25号之前还得帮他们悟出这个刀剑合并啊，但也不能太浪费时间啊。不过悟出那个刀剑合并呢，应该相对来说不是太难。大不了就一场战斗里面跟他玩命了，刷就行了，是吧？刷出来就行了。主要就是费我的事啊，你们肯定不费事，我到时候肯定就给掐了啊。呀，你又换房间了？啊，这是古时的房间，我想起来了，案发现场吗？这是？啊，这应该是掌门的房间啊，我们存一个档，随我一下。哎，跟他对话。哎，我找齐了啊！这是我们终于找齐了打胎药啊，给这个庄掌门服好了啊！你看这样有 bug 啊！你看这出来一仙的这个头像了，
这为什么有这个 bug 呢？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吧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剧情啊，我是这个医术到100了，所以说我给他亲自治了。如果说你医术不到100的话，是要回去找这个医仙才能给他治的啊。所以说他这就出了这个 bug 了啊，但是小问题啊，小问题啊，准备给他把这个胎打掉了。我说只要养一养就好了啊，养一养就好了啊。这时候他们也说要答应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了啊，说让我们住几天。不是，我说不行，我说还有好多事没整了啊，我们得赶快去整。好吧，我们接着去整其他的啊。这时候我再看一下啊，初七我们现在去杭州，先把三大门派搞定再说啊，其他都是小事儿啊。另外也说啊，这个玩邪派的时候，这个大地图就非常的难了啊。为什么难呢？玩邪派的时候，走在这个大地图上会不停的遇敌啊，就是这个会踩暗雷，而且呢都是些高手啊，里面有什么这个少林方丈啦，什么剑圣啦。啊，这是武林高手啊，都会这个随机遇航，然后我们就要不停的打，不停的打，才能这个完成任务。所以说，邪派的这个路线呢是比较难的，啊，但是比较有挑战性啊，啊，等有机会吧，有机会给大家做。其实跟他跟这个正派的路线呢有点类似啊，就是这个，完了我又忘了他那个在哪，那个标记在哪了，好像又是要看完标记才能进来啊，不看标记是不让过来的。啊，我看让不让直接进来了。呀，不用看标记了。呀，还这不用看标记了，我记错了吗？好吧，我们直接拜托他参加武林大会吧。哎，我说看你们这个表情不大好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他说是啊，他说这个最近魔教不光这个魔教啊很猖狂，就连这个东厂也跟着这个嘚瑟啊。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个这个东厂啊，这个和外面勾结，企图出卖朝廷。我们要找这个叛国的证据啊！啊，我们要帮他找这个证据，看来是。哎，这个证据我想想是怎么遇来？是这个，我其实这个。在哪个地方都遇上这波人，把他打败了，好像就能拿到这个证据了。我这一下也忘了啊，这有点蒙圈了啊。等我，我还是看一下吧，我别忘了啊。大家稍等。然后回来了啊，这个管我是这个潜意识里边没有记得的话，确实有个看这个标记啊，但是不是在杭州，原来是在成都啊。我想起来了，那这确实是捋一捋啊，需要咱现在去成都啊。去成都呢，也是有两个事情要发生啊，有一个呢就是咱说的这个。咱说的这个，丐帮的这个事件啊，这个另一个呢，啊，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这个啊点 AVI 是吧？啊，当时我也是跟大家说过了啊，啊，终于呢，我们是要如愿，哎呀，如愿以偿了啊，看这个 AVI 了。啊，另外呢，刚才我也是发现个问题啊，原来这个大和尚不是初十啊，是初九啊，差点记错了，是四天啊，初一、初五、初九啊，啊，差点记成五天了。那好，那么咱们现在呢，先直奔这个，暗号啊，啊，在成都有暗号，啊，确实这个好几年没玩，这个大脑有时候就混乱了啊，这个老记着有些东西有啊，但是你就记不住它到底是在哪儿。这是绝刀门，我们先要去找衙门啊，衙门，哎，果然开了，啊，往上，啊，我们再往上走，啊，这儿。下一个呢是在唐门那儿能看到啊。啊，应该在这儿管。这时候呢我们先不去啊，我们先去这个发生这个万众期待的这个点 AVI 啊，来再 save 一下。来吧啊，泡妙点 AVI 啊，走起。啊，来了啊，这个大片。其实这个方兄长得挺帅呆的，完全没有必要玩这些小手段嘛，是吧？啊，也又来这个台词啊！这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叫破喉咙也没用啊！我们已经第三次当破喉咙了啊！来了，啊，这个我们就叫破喉咙啊！啊，其实我们想在旁边看看了啊！哎，放开啊！咱在破猪圈已经看了好多啊！哎呀，给晕倒，他自尽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说，哎，他就让他这么跑了，我们堵在门口干啥的？我操，这就带回到谷里了，我这发现悲剧了啊！完了，咱这莫名其妙的回谷里了。哎呀，
这我要回成都啊，我事儿还没办完呀。这你妹的，我们没办法了，一会儿再发生点 AVI 啊，我们先把正事办了。这简直就是坑啊！啊，居然我还有这么一说，我都给忘了啊！居然还有这个超时空传送啊！这是秒回这个逍遥谷了，咱早知道咱有这个能力，还整些那个里个了干什么？啊，那芙蓉坊后面有一个这个就在这儿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你看这个地方一般人不知道怎么进来啊！啊，又来了。啊，这段也有这个 bug， 可以这个弄好几个逍遥啊，但是这个死爷们儿咱就不弄了。啊，这是这个假话说，哎，你们这个一直以名门正派自居啊，不过这次惊奇叛变，突破天龙教这事儿，对萧谷在武林中的名声颇有影响啊。哎，我说惭愧惭愧啊，心里想扇你个大嘴巴子啊，该我们屁事啊。我说不敢当啊，这个我们是听说丐帮有大事发生啊，以碗筷为标记啊，我们就好奇就来看看了啊。啊，他为了找出这个陈公公啊私通外族的罪证啊，就说这个啊，这时候这个人说，舵主啊，东方兄又不是外人，告诉他又有何关系啊？啊，他说其实这个东厂勾结外族的事啊，晚辈也从这个李舵主那儿听了。他说啊，你认识这个李浩啊？啊，他说，我说还是啊，有过几面之缘了啊。他说啊，那就好了，那就不把这个东方朔还当做是外人了。啊，他给我们说了这个具体情况啊，说这个满洲的三王爷啊，已经到了成都的衙门了啊，近日内啊，一定会有这个陈公公的这个啊，这个爪牙啊，是爪牙吧？啊，不是爪牙，我没下忘了呵呵啊，应该是爪牙啊，前来接应啊。啊，我们必须在他们进成都前啊，加以拦截啊，取得他们这个信物才行啊，然后呢，再到这个衙门去见三王爷。然后再去拿这个证据啊，还挺复杂的。啊，近几天呢，这个卫士呢会来到城里。好啊，这是这个逍遥也是加入我们了啊。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去吧啊。就是其实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就是暗雷了啊。到这个，就是在这个门口晃悠就行了啊。啊，但是呢，现在有点早，但是早归早，但是我又不想这个去发生这个 AVI， 一发生 AVI 我又回逍遥谷了。咱最好是发生完以后从他这儿再飞回逍遥谷啊，那就省路程了啊。那么咱就只能在大厅上转悠转悠了。啊，其实呢，就应该是在这个城门口这儿晃啊，我记得是这儿晃。反正没事啊，反正我也是这个存档了啊，这个没晃了，哎呀，晃不到的话咱就读档啊，来吧啊，你快了啊，非常快，打你头上过时间非常快啊。啊，是在这儿了啊，我这么一下有点懵了啊。好像是在这儿啊，因为我记得还有个柴案离的是在洛阳的那一块儿要柴，我就有点记不清了都。啊，还没到呢。哎，走两步。啊，咱今天呢也是稍微做长点，还是做这个一个小时吧。啊，给大家补补吧。哎，这运气不错啊，逮着了。哇，待会儿看没？哎，看没有是吧？啊，这个 bug 啊，常常说这个 bug， 两个妹子啊。两个啊，双胞胎姐妹啊，这就咱给得着了啊。这是咱这个大和尚跟着咱这个还得这个搞事啊啊，那咱就不费事了，练刀法练剑法，这轱辘我要不给大家掐了吧啊，就不给大家看了，因为我要在这儿练练刀法剑法，那么大家稍等吧。然后回来了啊，这个我也是打败了他们，得到了这个东厂的这个令牌啊啊，最后呢也没怎么练啊，还是把他们用琴弹死了，因为确实这个3.0啊要控制同胞啊，人太多了以后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啊，所以说咱还是等到以后再刷吧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赶快进成都啊，然后去找这个比较快啊，这个最好咱是能一股脑，就是趁着这个时间之内把这个 AVI 再发生一遍啊 ，AVI 发生一遍。那我们先去衙门啊，我说我是这个有这个令牌啊，我是东厂陈公公派来的，他们也不看觉得这个陈公公怎么会派这么长得这么帅个小伙啊？是吧，这陈公公应该也是派下公公是吧啊，说你终于来了，我说久等了，因为路上有事耽搁了，所以来迟了，还请见谅。他说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把这封信呢交给陈公公，告诉他出兵之事已经准备好了。
啊，看来是要侵入我们中原啊！啊，我说清楚了，清楚了啊！他说赶快回去通报，啊，得了一个密函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再回去找那个谁啊，找这个杭州的那个这个李浩啊，李舵主啊。但是在现在呢，应该是就可以去发生点 AVI 了，快快快啊！千万不要这个发生睡觉事件，抓紧抓紧。AVI 啊，我的 AVI 我们又来了 AVI 啊。那好吧，这次我们就不看了啊。哎，你说这个动作还真是挺像那个，就是这周星驰那个《九品芝麻官》里面那个动作啊，就是一个人，这个男的弯弯了个腰是吧，抓着那个女的手，女的往后退啊。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作者就是从这里边得到了灵感啊，要不然台词怎么老是一样的啊，也是叫了好几次这个叫破喉咙啊。这个我们一提这方玉华，他就激动啊，激动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提他了啊，他又没怎么地你，你就激动成这样了啊。”好了啊，我们现在呢有什么事要干呢？立刻迅速啊，以这个飞快的冲向武当派啊，去干啥呢？去这个阻止这个方玉华。方玉华要干啥呢？他要这个接替武当派掌门的事啊，我们必须要这个揭穿他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哎，冲啊！哎，看，顺便看下剑啊，出气啊，没来劲。只要记得出九就行了啊。我们这个今天呢，就先去接。哎呦，这就冲八了。冲啊！冲向武当派。现在应该不在这个屋里吧，应该是不是在这个正殿里边，毕竟病好了啊，应该不在那个小屋里了。哎，果然我来了啊。这正好在这说啊，各位门人听着，老夫呢已经感觉自己年事已高了啊，加上这次中毒啊已经不行了啊，所以说呢要宣布掌门的继任人啊，谁将会他们下一任的继任掌门人啊。他们说他们觉得方师兄最有希望啊。这时候还言语提到啊，真希望古师兄啊当下一任掌人。哎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了啊。啊，这时候这个他说要传给他年轻一辈中啊，无论是在武艺或者在人品上都出众这个方云华。我说掌门且慢，说哎呀，东方少侠你来了正好啊，这要宣布他们武当派的新任掌门啊。我说找掌门啊，我说听晚辈一言啊，传掌门这事可否这个在意呢？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说我从这个旁得知啊，这个先前毒害掌门你的人啊，可能就是你们这里面的人。我说他说谁啊？我说就是这个方云华。他说怎么可能？他说你啊，这个我说其实这个他早就是卧底了，他是这个魔教的卧底。我说他不但毒害师傅，而且还设计陷害古时啊。日前我还看到他这个和这个恶人企图啊，这个恶人企图强暴啊天山派的何姑娘。他说这个姓东方的啊，哎，这个两个字很好笑啊，姓东方的一般都是姓方的或者姓什么的啊，他姓东方的。他说你别这个瞎说，拿出证据来。这是我们伙伴一拍桌子啊，一压一，我们有异议啊。这是我们要拿出证据来啊，这是我们出了人证了啊，这是让我相信逆转裁判了啊。他说你没死啊。我说你怎么来了？他说方云华啊，我今天就是要揭发你这个丑陋的邪恶的真面目啊。我说师傅你别听他了啊，不可信啊。这时候他说你看这是什么？他说哎呀，他的玉佩怎么会啊？怎么会在他这儿啊？是不是就是你那，这个是不是啊？就是你那天非礼他的时候啊，他趁你不注意给扯下来的。这云华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啊！啊，其实这个他们也是太，还得是掌门太单纯了，他怎么就想象不到是我们和这个何姑娘联合陷害这个方云华呢？啊，其实我们才是魔教的。哎呀，又要给我开搞了。那好啊，这个我们就得削他了。啊，来吧，啊，削他的话，我就这个不用掐了吧？啊，我感觉削这样的武林败类啊，大家应该是很喜欢看的，是吧？啊，削这样的人渣啊，大快人心啊，也就是。而且就他一个的话，非常快啊，就没有什么这个操作其他人的这个困扰了。啊，但是我有啊，我削不过他。我现在穿着这个护甲吗？不会是光溜溜吧？啊，穿着呀。哟，这方云华这个武功大涨啊！你不要我削他两下啊，还不如他削我一下掉了，我感觉啊，当然也是我这个武功太弱了，现在是用了这个最弱了。
双臂练就行了，双臂练就行了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呢，这个换上这个什么啊，这个我觉得要换上咱当时那个剑圣给的这个太虚剑，然后再用一下这个霸王剑法啊，这也是这个剑圣你看这个拿剑的动作都不一样，我揍啊，很猛的样子是吧？这个又换线了，残影了又。你看是吧，很猛的感觉啊，这个只一级啊，那就能砍出这么高的威力了，这个这个技能也是很猛的，这个霸王剑法也是剑法里面比较不错的啊。啊，这时候他说，哎呀，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啊。他说这是个师兄啊，你也别自责了啊，谁想不到这个从小就很乖巧的云华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啊。啊，东皇说一下啊，多谢你及时出现啊，不然老夫啊就要铸成大错了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武当派掌门人就给你了啊。我说头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啊。啊，这时候这个啊，这个掌门夫人啊说，你先在武当山住下吧，伤养好吧，有什么话我们以后再说。其实这个掌门夫人很不爽啊，这个头上这个帽子又绿了啊。好，这是我们也总算解决了武当派的所有事啊，这哎我们直接给我们轰下来了嘛。啊，这时候呢武当派结束了啊，我们现在再整呢就是要整这个最后的这个少林派了啊。这个但是呢我们还要这个先去这个雪山杭州啊，明天呢要赶去洛阳啊，日程很紧啊，日程很紧。啊，现在先去杭州去找那些就是这个啊李浩他们。啊，但是我们进来以后呢就会发现，哎呀，只有一个死的这个尸体啊，还没死，还半死不活了。我说这位兄弟你怎么了啊，他说我恐怕不行了啊。为什么不行了呢？因为我一来他就不行了，我不来的话他一直是这个状态啊，我一来他就不行了。他说都给抓走了，都这个被带走了。他说你等舒服点再说，他说不行了啊，你先让我讲完啊，是动场的那些走狗啊，东厂公公追捕啊，终于寡不敌众啊，大部分兄弟呢都死了啊，他们带走盗走之后啊才爬回到这儿啊。他说你知道把他带到哪了吗？啊，他说带到这个杭州的大牢里啊。啊，我说兄弟啊，我会替你报仇的啊，这是趁这儿来一发是吧啊，太大用狂了啊，我们还是走吧啊。那个大牢应该还是那个灵隐寺啊，应该还是那儿，因为这个杭州好像也就那个地方，这个我记得有些什么玩意儿的啊。哎，在去打仗之前，我们要不要先去逛一逛一下啊？看让不让进了？哎，还可以进啊。啊，算了啊，大战之前是要保存体力啊，我们还是赶快的去这个灵隐寺吧。感觉这两个和尚还在这聊天呢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这个不错了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应该是去衙门啊，啊不是这个灵隐寺啊，想错了。我往这一走，我就想起来了，这个大牢嘛，还是应该是在衙门里的。我们往这边走吧。哎，话说这边不是衙门啊，这边是那个什么饭馆是吧？傻了啊，衙门在前面。哎，好吧，啊这个你就当我们是在这个浏览一下这个杭州城的美景吧，转一圈啊。哎，活动一下筋骨，其实我都是想的，大战之前啊，必须活动一下筋骨。咋来了？哎，我说关山大哥，你看我这有东厂陈公公的信物啊，哎，我们这个信物是管哪都好使啊。这个往这儿走就是大牢了啊，这个设计很不科学啊。啊，他说陈公果然神机妙算啊，用这些这个乞丐作为饵啊，果然将这些余孽都引出来了啊。我说原来这个你就是陈公公啊，我说你个私通外族的汉奸啊，就这个，哎呦，还长得挺帅呆的啊。你先别说啊，这个小哥长得这个挺帅呆啊，感觉这算是这个游戏里面长得比较帅呆的了啊。啊，又是一群人啊，我们又有两个这个啊，其实这个两个祭碗有一个不会动啊，但是有一个会动两次啊，这是非常有意思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完了又要控制同胞啊。非常不爽啊，3.0就是这个麻烦啊，我就不愿意控制他们。
得，这个地方我就不给他掐了啊，我以最快速度那么清了行了。先是用剑法砍两下，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地儿休息两次啊，用剑法砍两下，然后这个暗器擒的啊，扫他们就行了。哎，你是大师兄这是？大师兄这移动速度够慢啊。啊，还是用这个霸王剑法吧。不要站成一排啊，你们小心一站上一排我就忍不了啊，两个一站一排我还能受得了，你们要非要三个人站成一排的话啊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啊。他们感觉怎么有种非要挑衅我的感觉啊。每个人都砍两下啊，大家不要急，都砍两下啊。得好，我们不砍了啊，我们砍点还意思意思得了。我们现在又用我们这个神功了啊，找砍着就是啊。啊，我现在不少人其实不喜欢三人灯，都是因为不喜欢这个要操同帮啊。得了，我们这梅花镖走起。哇，这一弹绿杠很过瘾啊，看了就觉得很酸爽的感觉啊。呀，他们好像站成一排了，这是在逼我呀。大师兄你给我让开，这个好位置交给我，你走开。你看，这就是非要给我表现的机会嘛。哎，我们这次用这个风魔杖吧，这也是这个这个屎妹子啊，不是，这屎样妹子啊，当然给咱的棍子啊，咱也用一用表示一下。来吧，走你，非要三个站一块是吧。也是很久没用醉棍了啊，这重新拿出来爽一爽，根本没有人能顶得住啊！只要站在咱前面两个的话，基本上打两回合基本上就是秒。哎呀，我发现这期怎么时间有点长了啊？这个好吧，咱整完这一段，再把这个丐帮整完，这期就算。哎，又不是我控制了，这我一换棍子我就拦不住了吗？这我没动呀，大家看啊，我确实是没动啊。你看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一换棍子我就抽风吗？还能不能行？难道是这个附魔杖的问题吗？我晕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啊？我真的以前没用过这个棍子啊，难道是这个附魔杖的问题？这棍子难道有用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啊？根本停不下来了，这个作用吗？这难道是血脉做的吗？不行，我一会儿得看这个棍子的介绍啊。哎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么一说啊。我说好，咱们去洛阳。哎，这是我们又超时空传送了，又来到洛阳了。哎，这省事啊。那这是这个总舵主啊。他说原来是东方少侠啊，老夫在江湖上早就多次听说到你的英雄事迹了，今天一见果然气度非凡啊。他说：“这次要不是东方公子舍命相救啊，我们就恐怕再也来不了了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可别这么说了，是吧？这都是这个我们做了这些事都不算不上事儿啊，算不上道啊。”反正说年轻人啊，果然是这个谦虚啊。啊，好，我们还是把信给他了啊。这时候呢，这丐帮也同意了啊。这时候这个李浩说：“这个东方兄啊，这个一路保重啊，怎么感觉好像有激情的感觉啊？”啊，我来赶紧看看这个武器啊，是不是这个有这个停不下来的这个功能啊？啊，果然是啊！啊，这个果然是用了以后就控制不住了啊！这不是沙和尚的武器吗？这我说呢，怎么我一用就不受控制了啊？啊，原来这个样啊！咱懂了啊！实话说，我以前还真没用过这个武器啊，真不知道这个武器有这么凶残的功能。我以前都用这个醉棍啊，顶多就是用这个阴阳棍啊。这时候呢是初八，咱今天呢是把这个少林全做完了，现在是1小时04分钟啊，我就怕这个全做完不要紧啊，我就怕这个断片了，断片的话麻烦在什么地方？断片以后我就得用这个软件把它重新接起来，这一接可就麻烦了，接完了以后再转码啊，你可以想想吧，这得多长时间？其实呢，这时候我可以干什么？可以进这个赌场啊，去这个，算了啊，我不算了吧。因为我想到下期可能也没太长的内容了，咱要这期做了太多的话，下期可能就凑不起一篇的这个时间了。
那么咱就稍微的这个这期呢就做到这儿啊，那么咱下期呢到时候再接着做啊，反正是应该下期是肯定能完结了啊。那么好，那么咱今天呢就做到这儿，还是老样子啊，硬币什么的希望大家能支持就支持啊，这个周边点零食店呢希望大家能看看就看看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